要去找另一台发电机，先用跑的。这个是修好的那个嘞，好了，行，我继续跑。跟他一起修，好啊，下次一起玩。哎呦，为什么一直靠近我啊？那个鬼好烦哦，好烦的鬼哦。一直有心跳声，很烦，超级霹雳烦，无敌烦。最后一个发电机，为什么他们都不快修？又来了，这个要修太久了吧？只能趁他受伤的时候，我来修理了。
要跟我一起跑啊。跑步可以看打电，我知道。成功了！因为我刚好在旁边视讯嘛，都听得到哦，太好笑了。Hello， 视讯直播中的视讯，直播中的直播。谁还不打勾？这么厉害！开始了，快哦！开始了欸，明天要上班啊，要啊，比较温柔的感觉，有吗？也可能我感冒了，感冒了，感冒了的关系吧，而且天气又冷。啊，早安了。羞羞羞！有没有鬼？阿年，
吧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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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我被抓住了，好吧，好吧。啊，没有啦，年年是因为看到电视上有狗狗就会叫，年年只是在看电视罢了。不要再把我丢起来了！你看，我一下就到了。有啦，还有救我一次，只是瞬间死的，没关系。是哦，会这样子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嗯，这个游戏大厅完全没人，我要离开，重新排一次。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嗯，他没有经常不在家。你是说他现在出国吗？没关系，我领您。对啊，我刚看到什么黑掉了，好恐怖哦。对啊。
过来修理喽。仔细看有没有鬼走过来。他就刚好看到我了。烦不烦啊？到底烦不烦啊？才能，他要凝视你，也要在视野没死角的地方才能。观察，
对啊，因为我今天想说，我今天比较晚开啊，所以想说我就开晚一点，我再玩几个，玩至少这场如果赢了，我可能就会关台。而且我前阵子，应该最近都还蛮忙的，然后所以说开台有时候一个礼拜只开2、3次啊，所以说我觉得有点少，所以如果能开晚一点就开晚一点，嗯哼。耶，开始了。我开短台，对啊，现在都要开了。短台很不好意思，我是觉得啦，我自己觉得就是开，除非我真的很有事情，可是我觉得说我又比较少开台，可是这样大家来看一下就关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所以我尽量都是能开3个小时以上这样子。往那里跑，继续修。修修修。哦。他这样子对我，他直接把我杀死。我觉得我现在伤心。
再玩一场。是啊，不用带道具吗？没关系啊，带个急救包好了，买个止血剂好了，随便带两个，啊这个，真的，我第一次被砍杀哎，那个人为什么要砍杀我啊？超夸张的，他直接置我于死地了。我一定要逃出去。欸，这个地图我第一次玩呢，好新鲜的地图哦。是不是鬼啊？这地图我真的是这辈子第一次玩欸。电机在哪我都不知道，这么优美的城市还放一个钩子，不会太怪了吗？在哪啊？发电机在哪啊？还有这个地形有如迷宫般。让鬼抓不到我。
那边有一个发电机的声音耶。你这发电机在哪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。还在哪啊？算了，放弃了。我终于找到发电机了。太好了，房子里面，挡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说那边有危险啊，挡在这边。恐怖的声音啊！发电机在哪？我都找不到发电机，没办法修发电机。他不知道在哪里耶。算了。
他现在没看到我哎、欸。我这怎么办？先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可是我看没有什么人来救我了。我急救包不能用啊、哦！没有人会来救我了吗？灭团了！哇！怎么会这样子？去了。好了，又要一点了，一点一点了，所以差不多要睡觉了。好混乱啊！看起来有点想睡觉。好，今天观众好像比较少。好，如果还是有新来的朋友的话呢，如果有新来的朋友的话，记得帮我去请请 Facebook 请请傻电玩的粉丝团帮我按个赞哦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人懂呢 ？OK， 悲剧没有。好啦，没关系。好，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呢？晚安。然后我因为学校这边忙的一个差不多，看有没有什么，目前忙到一个段落，我应该可以去找一些故事书了。对哦，这就是我的粉丝团，可以帮我按个赞，谢谢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。好，
其他下次再说好了，现在真的太晚了，太晚了。然后那个11月的那个 Wild Force 我也会去哦，所以如果你们有人有去的话，可以用粉丝团跟我联络，我们就可以相见欢了。晚安，拜拜，大家也早点休息哦，我要睡觉了。Bye.